西门就是一个面积约6.5平米的超大入户花园，我们采用半封闭式的设计，能够让整个入户花园的通风采光条件更好。我们的客餐厅开间约4米，进深约9米，客餐厅纵向一体式的设计，能够使整个空间更显得宽敞大气。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封闭式设计厨房啦，我们的交标包含上下一体式橱柜、油烟机、烤箱。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套房子最棒的地方吧，无敌海景阳台，4米长的景光阳台不仅能让室内通风采光最大化，更能够让我们的海景一览无余。同时，我们也是非常贴心的设计了洗衣机和地热位置，居家生活好方便。我们去看四间卧室吧，这边是豪华主卧套房、次卧套房、阳光客房、宁静书房。 卫生间宽敞明亮，所有的卫生间都采用干湿飞机，使用方便，明卫设计，正对中庭景观，即使在洗手间也能够看到中庭美景。永久产权，零遗产税，无公摊，马来西亚的蓝天白云，您心动了吗？